根据 ZOL 的报道，阿里巴巴集团发布最新迷你电视盒，取名为天仙配 K2， 要和 Google 的 Chromecast 电视棒一较高下。据了解，天仙配将采用阿里云智慧电视作业系统，融入电视端的安全购物支付机制以及支付分润方案，并结合视讯、音乐点播与直播以及教育和游戏等内容。报道指出， Google Chromecast 在短时间之内还不容易进军中国市场，但中国使用者对于这种能将普通电视变身为智慧电视的产品极感兴趣。阿里巴巴的新产品刚好因应这样的需求。不仅如此，小小的产品背后代表产业生态的变动，阿里巴巴将打造智慧电视联盟，串联相关平台、电视盒、电视机、晶片业者，以加快阿里云作业系统渗透主流消费群体的脚步。首批联盟成员可能包括华数传媒、华为海思、思科、创维、海尔、长虹、康佳、晨星、星辰、全智等等。